踏上赛场的时候，我通常在想什么？胜利、尊严、荣誉。其实这只是眼前的游泳池而已。毫无保留地投入它，拥抱它，感受它带给你的力量。离开他的那一刻，无论是不是这场比赛的冠军，你都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但比所有这一切更重要的是，你还收获了那个他崇拜的目光。周老师，求你了，让我们先下来吧。我们错了，讲了半天我的故事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好好认真对待这次游泳比赛，拿到高考加分，懂不懂？懂。懂还不赶快下来训练呢？啊，快一点，有没有？游泳池，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只是觉得有点奇怪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将占据我的整个青春。2006年，我17岁。我的高中生活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。因为我是学校游泳队不可或缺的主力选手。又想逃课是吧？你们俩要是一直这么胡混，就退出游泳队。哎 ，sorry 啊，我稍微夸张了那么一点点。我不是什么主力队员，我和这个叫张放的家伙，对，就是穿着红色泳衣的这位，只是两个整天被教练训斥的废柴。但我觉得无所谓啊，反正以我那烂成绩。再努力练习游泳也考不上大学，所以对于17岁的我来说，最热血的事莫过于打架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女孩。虽然有些狼狈，但她好像还是注意到我了。那一天我被打得前所未有的惨，但心里却觉得非常幸福。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感觉吧。周潇琪啊，周潇琪，你是一周不消就不整齐。你说说，你从转学过来都打多少次架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次必须找家长。拿个电话了。你是新来的同学？嗯，进来吧。你站好了，好好反省，把你转学资料给我。游泳池。高三还转学呀、啊？各科成绩都很好啊，要保持啊。高三转学压力不要太大，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啊。陈老师，
主任叫你过去一趟。哎，你等我一下啊。还有游泳池，我叫周小琪，去年刚转来。你叫游泳池，我刚好是游泳队的，怎么多有缘分啊？我跟你说，转学的事都可以问我的，我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嗯，你大门敞的是有点开。应该没有人希望自己和喜欢的女生是这样认识的吧？啊，从那天起，游泳池成了全校男生关注的焦点。他们用来引起女生关注的方式，在我看来都特别幼稚。当然，这群幼稚的男生中，你要算我一个。就是这么无聊啊，别放在心上。嗯，泳池。Hello 啊，泳池，我叫沙宇，游泳队队长。这个呢，是我去年参加中学生联赛得的奖杯，送给你，以后每年都有新的。啊，别丢人现眼了，沙宇。我现在没空搭理你，滚远点好吗？反弹。我们去吃饭吧。哎。游泳队队长是吧？如果你以后再缠着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游泳。你有事吗？啊？走。我们去哪啊？你说呢？跟我去小树林吧。啊，小树林，小树林，带着情侣们成双成对出没的地方，那里通常会发生一些让人脸红心跳、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游泳池竟然主动约我去小树林，天哪，我还是一个纯情的小男孩。还要回来上课呢。啊，我们才刚认识，现在去小树林不太好吧？不去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循序渐进一点嘛。不如我们先去电影院，只看电影那种。你觉得小树林是什么？啊！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单纯了。我小学三年级就有女生喜欢，后来交了五个女朋友，游泳冠军嘛。我们这种人看待世界的方法就是比较直接，啊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是不懂，得循序渐进嘛。对对，明白就好。以后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我，谢谢。我真的很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太可惜了，89-94，火箭踢连败了。哎，姚明那个犯规太不应该了。没有麦迪，火箭根本玩不转。今天没去小树林啊？哎呦，高手。哎呦，你俩钻小树林了？串啊！烤什么串？你都不关你什么事啊！你怎么不关我？你握紧我的好，习惯我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多厉害。
建宇，再看我一眼试试。你真的很爱吃穿？你真的很爱打架？其实你大可可以直接跟鲨鱼说我们在一起了，那肯定不会麻烦你。假装也行嘛，小混混很难缠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？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当然不一样啊，我是被逼的好吗？他们转学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天天欺负我，后来我每天三包奶，天天练壮术，武力值飙升之后才开始报仇的好吗？我最讨厌爱打架的人了。刘永成，如果我保证再也不打架，赵小姐，你跟他吃饭呢？对啊。我们在一起了，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可以吗？我们在一起了。游泳池，鲨鱼呢？刘晓琪，我保证你的高三生活精彩无比。游泳池，鲨鱼呢？游泳池，鲨鱼呢？不打架了啊，说到做到，绝对没问题。来，我做的爱心早餐，不错吧？你还记得我是假的吧？哎，记得，所以我做了两个，如果是真的就一起吃一个嘛。嗯，啊，吃一下嘛，都做了，保证你吃了以后天天想吃。没事吧？幸亏有我帮你挡着，不然人家砸到你了。来来来，你们这些人，觉得比我厉害的举手啊！OK， 从现在开始，你第一，你第二，我第三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动物吗？啊，只用暴力解决问题啊？那不然呢？你跟我比游泳吗？啊，比啊！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都别来烦游泳池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随便你处置。你要是输了，我就要游泳池在背后写下我爱鲨鱼。我们俩打赌关他什么事啊？好啊。哎，下周五常规测试赛，我等着你们表演。好好练游泳啊。要是想十五年以后还有饭吃，现在闭嘴好好读书。嗯，闭嘴好好读书。
57页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游泳游好了，就有大学上了？我没有这样想过，但学习真的太无聊了。我和你一样，不喜欢留在学校。谁跟你一样了？我只是不喜欢班里的气氛。不过，你这么努力学习，以后想干什么？我喜欢画画，以后想当服装设计师。目标这么大啊？就跟你游泳一样啊。要是没有目标的话，跟被扔进大海里有什么区别？我谁说我没目标啊？一个鲨鱼为你争光就是目标啊。那两个同学，谁让你们两个离校的？哎，站住，别跑。哎，干嘛？你傻了，把脸遮住，老师就认不出来了。看电影的，啊，还行吧，都是我爸妈给我买的。你要不要找个电影看啊？反正衣服还没干嘛。喝可乐吗？我去帮你拿。神秘的人中。哎，看这个吧。哎，别看，这没意思，这真的没意思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不，真的没意思。是，也是你爸妈给你买的啊？啊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张放藏在我这里，搞错了。这，原来你来看的是这种电影啊？我可不是，这太幼稚了，这是给张放那种没谈过恋爱的人看的，我需要吗？哎，你们男生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看这个的？哎，这个一般大概。晚上11点左右。混的是年纪，你回答什么11呀？为什么说11岁？周小琪，骑快一点啊，要不然赶不上11点回家了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。加速！好，起，过。在哪？就在那儿。那你赶紧走吧。游泳池，跟鲨鱼的比赛，如果我输了怎么办啊？不会的。这么相信我？11点了。第三名，表现得不错。才第三啊！没想到吧？我都没想到。以后勤奋点，还是有天赋的嘛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衣服系好了。右边，服吗？服不服？服吗？服不服？周小琪。
不错嘛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快下！别删了。哎，记得帮我加一行字。周潇齐第一次破纪录，留念。省省吧你，少臭美了。跟你说件事哦。嗯。上次跟你说，我有5个女朋友，其实是我吹牛的，我一个都没有过。哎，不许笑。我早就看出来了。这么明显。好了，我看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回去上上色再给你。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可以啊，就一直这样。来了，来了，干好了！会不会啊你？这个好厉害！可以一起回家。我以为这个拥抱确定了我们的关系，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开始，但只是我以为。你们别想甩掉我，这辈子都别想。走吧。嗯，没事吧？我说你走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永慈有这样一位父亲。他经历过什么呢？我要怎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他？喂，是我。你怎么样？吓到你了吧？我爸一喝多了就这样，所以我妈才会带着我四处转学，
想躲着他，只是没想到这一次这么快就被找到了。你在哪？我去找你吧。啊，周佳琪，很高兴能遇见你。再见。喂，少年时代的感情往往开始的毫无来由，而结束的也更加猝不及防。游泳池离开的那个夏天，我的青春好像也有一部分跟着他离开了。王管，请要死机了。重启。王管这边来机啊。重启，王管，请要死机了。重启啊！王管，不是说重启吗？重什么启？给老板，谢谢。你都复读了吗？怎么了？忘记山寨了？啊！我在家背历史背的都快吐了，这不来找你聊聊天，顺便吸吸人间的阳气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你本来不是读理科了吗？怎么变回文科了？你就是没见识，我告诉你，理科学校那是和尚庙，文科学校天堂。天，我靠，张放 iPhone 啊！你爸那个洗浴中心这么赚钱啊？是不是最近新增什么特殊服务啊？滚蛋！看啊，这所学校，放眼望去全是美女。嗯，你看。哦。游泳池，啥？游泳池？不是大哥，哎，怎么？现代科技，智能放大，是他吗？是他，游泳池，是他，是他，爸，阿姨，爸妈，我复读，我考大学。我说这计算角度你能算个负数？你脑子是负数吗？你还考滑行？回去接着当网管去吧你！哎，臭小子，谁让去当网管了？你当网管算负数怎么了？啊！我算错了，我算错了，三十对不对？三十。2009年的夏天，我再次走出高考的考场，走向了我以前从来不敢想的大学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不可能走得这么远。
爷们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有子。来，咱室友今儿第一次聚，我请客啊。咱这第一次不整点本地菜，非来这撸串啊？主要决定呢。他最近疯狂找一姑娘，那姑娘就爱吃这家。那不守株待兔吗？谁不说呢？那姑娘你找着没？叫啥名？帮你找找啊。游泳池。游泳池？真不愧是体育生啊！游泳池，你也东北的？我东。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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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我吹了啊！酒是买太多了，一点儿不多。啥时候认识的？就是说嘛，哎，他俩，哎，他俩居然在下面留言说天天开心，记得回踩哦。游泳池，周潇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哇，你这专业英语学的太深了吧？我这是意大利语。啊？毕业以后啊，我不是想申请米兰的学校吗？哦，不好意思。你呢？这么不爱学习，怎么也考这来了？小助理能给开成连锁店，我还不能考个大学啊？被张放随意考就考上啊？谁知道你也在？同学让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这就是天注定。女生部的同学，现在过来开个小会。哦，好。哎，我今天真的有点忙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没问题，吃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周潇齐，干嘛呢？报名啊。等我一下。跆拳道社报名女生部。对啊，报名完了，以后同一个社团可以常陪你，对吧？肚子饿了吧？走啊，一起吃饭。周潇齐。我有男朋友了。准备格斗，啪！一，啪！我跟我老乡打听过了，那人叫陈浩尔，学生会主席，足球队队长，校园男神。二，啪！要我说呀，这学校里这么多女生，你可千万别在硬核组上吊死啊！三，啪！我觉得你得换个想法，你想啊。假如她没有男朋友，那所有男人都是你的敌人。擦！啊！但她现在有男朋友，你只需要干掉一个就好。五！啊！哎，有道理啊！哎，可以啊，这个。主席，到，出列。杨子，咱跳哪吧？不错啊，我练很久哎。双方球员入场，本场比赛华西大学主场迎战中南大学，中南大学的队长是五号。你设计的衣服很好看。谢谢。华西大学的队长是十号陈浩尔。等我呀，好帅啊！
喝点水。你别老自己一个人带，你刚踢的真好。累不累啊？还好。哎呦，朱小姐，这事儿行，你这事儿够骚的。要不你当我女朋友得了，怎么样？滚呐！别发脾气，哥哥会对你好的啊。一会儿啊，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，小心别中暑了。中暑咱不干这个，不干这个。对了，一会儿踢完比赛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干啊，不干不干。周小启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吧？怎么了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我就帮人家问一下，你生什么气啊？不喜欢就不喜欢嘛。我谢谢你一片好心，不过我用不着，以后我自食其力就可以了。考华星进女生部，本来就从女生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光要进女生部，明年我还要竞选学生会主席。学生会主席有什么了不起？拿什么竞选啊？是聘你挂三科，还是聘你快被游泳队劝退了？别成天胡闹了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好好上课，好好练游泳，行吗 ？Are you care me？ 语法错了。救我！把钱还我！快跑！把钱还我！最后难翻脸，快！是骗子！我不要你！你想干嘛？上！你哪个系的？要不要报警啊？不要不要！啊，同学，我是女生部男干事周小启，以后有事就到女生部找我吧。谢谢啊，你们都是好人。啊，干嘛、啊、你们？我锁好了啊！哎，快快快，看了就知道了。你开始了。为了找到这张牌啊，我还专门学了一段时间日语。小启さん、干嘛的？你呢？最近追姑娘追的有点变态了。作为兄弟，我们必须得帮帮你。这一套正版的那个啥，是我们仨凑钱给你买。你以为你现在对游泳池是爱情，但是男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错把发情当爱情。没错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刚刚我们取快递的时候，刚好碰到游泳池，我专门让他替你签收的，这儿还有他的签名，这是双女神定制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周小启，开门，派出所的。你买这犯法吗？哎，你好，周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我们没有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？泳池都没在啊？那跟我没关系。我知道了，快递是游泳池签收的。嗨，还连累人家小姑娘。这晚上十一点已经不能满足你了，现在中午十点开始是吧？这不是我买的，对，就是女骗子的两个同伙。警察叔叔，您先让他回去吧，这事跟他无关，我拜托你了。有没有关，我们是要判的。来到这儿来用你指挥工作呀？哦，我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这种小错误可以理解的吗？小错误，这是要判刑的。判刑？这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说吧，你们两个跟那个女的什么关系？关系？这都网上买的，真的要说，最多也就是个，也就是消费关系吧。消费？什么东西？案情越来越复杂了，这是个大案呐！还敢生坏事你？那派出所打架特别不像话，冒充学生那女骗子已经抓住了啊！你们俩就踏实待着，调查清楚就可以走。哎，痛不痛啊？痛啊！
不让你帮我捏两下吗？切！哎，嗯，你跟陈浩文是怎么好上的？没错，进去吧。谢谢。喂。爸，我要考试，能不能求你别再打扰我了？数学考试那天太紧张了，我打翻了话剧。不要想太多，专心考试，加油。嗯，我觉得他身上好像有一种特质。9月份开学见。总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让我安心。可能他就是那个最可以给我安全感的人吧。周小姐，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处搬家，也没交过几个好朋友。我希望可以跟你一直当好朋友。我曾经以为那么努力地考上大学，不顾一切地冲到他身边，就可以和他在一起，却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小姐，最近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成绩提高很快嘛，好好练啊，回头啊边区省队啊。好，谢谢教练。在21岁这一年，我除了按游泳池说的努力游泳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外，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有了目标，却又觉得十分空虚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在爱情里都会这么矛盾，比如明明每一分钟都在想那个人，却总是要找借口才能联系。喂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？没出去啊？没有啊。你自己啊？感冒了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在宿舍里待着呢。你现在状况怎么样？严重吗？就是一直发烧，睡一觉应该就好了。所以你这生日不过了？本来打算跟陈浩尔去市里看烟花的，现在这样。哦，那行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谢谢你啊，在节目室中挂
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？旅游。这么巧，我也是。那你都喜欢去哪儿啊？不一定，国内国外都会去。啊。首先要去哪儿？嗯，想去旅行，还没想好去哪儿。那来三亚吧，我家酒店就在海边，等我踢完友谊赛，一起去。这不好吧？ 陈二今天明显不在状态呀。对啊，他咋了？踢了呀？我怎么觉得陈二有点放水啊？得亏这队友，总算进一个，不容易。加油啊！必须加油啊！ 听说要是赢了这场比赛，你们俩要一起去三亚呀？啊！希望能赢吧。浩儿，明白，走了。不用拼技术，浩儿。哎，你盯三号，七号给我，跟我来一下。干嘛？你确定要和那种人出去旅行吗？陈浩勾搭了别的女孩子，他也说要带别的女生去三亚，你知道吗？ 他根本就是在骗你，这样球赛他不会赢的。周潇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信我还是信不？我不想跟你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让我上场？我们这是男子足球队，我不是男的吗？跟你有女生部的。女生部怎么了？没事，都是同学，一起玩呗。 喂，喂，喂，哎，停！哎，停！喂，这犯规了吧？这个，喂，裁判！
刀退就退就退！快跑！有人说，初恋都是莽撞，在青涩的年纪里，只有一腔孤勇，是我唯一能给他的东西。那天我明白，感情不像比赛一样，可以分得出输赢。我可以拼尽全力为他赢得一场比赛，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。在那一刻，我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有这样。好好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动手啊！我曾经承诺过他不再打架，但我却食言。我知道，这一拳也打碎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。从那天之后，我们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他就这样，再次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。后来的几年里，发生了很多事。伦敦奥运会，中国游泳队满载而归。世界杯半决赛，德国对巴西踢出了7-1这样难以置信的比分。街上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炸鸡啤酒店，过了双十一又迎来了双十二，反正钱包里的钱永远不够花就对了。我的 iPhone 也换到了最新的 5S， 下载了微信，找到了很多年没联系的 LINE， 只是始终没有游泳池的消息。哦，我进了省队，这次不吹，真的是主力队员。张放借他老爸的钱开了一间酒吧，有空常来啊。我们隔段时间就会在这里小聚一下。陈琛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长帆成了第一批微商。我刚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叫何小慧，是个不错的女孩子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好好。哎，我也，我也。哎，这个姑娘不错啊，还是个富二代。要我说呀，差不多就赶快嫁了吧，别不好意思。陈律师，如果他们家在婚前给她买了套房，有没有咱们老周的份啊？到时候你找我呀，我能帮你拿一半。保证你软饭硬吃，有病是不是啊？刚在一块，别老拿人开玩笑。也是，周小姐也不在乎这些，现在人家都被选拔进省队了，到时候拿了全国冠军，各种姑娘夸夸来，各种广告逛逛街。哎，老周，凭你的成绩，你要退役了，你能直接进体育局吧？去哪无所谓，但想在退役之前拿个冠军。三哥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，25米泳道、心泵循环系统，还有专业游泳教练呢，看一下。25米实在太短了，翻来翻去好难。他的水平啊，能当你教练的教练了。行，那明儿见啊。好，明天见。哎，拜。哎，美女，游泳健身了解，谢谢。看一下。哎，美女，游泳健身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一家了，那我也会天天带你来。嗯，一会儿想干嘛？看电影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买单。嗯。什么时候开始当模特的？去年吧。王一斐开了个淘宝店，一开始就帮他拍拍照，后来还蛮多人找来的，就一直拍着。哎，等你包装一下自己啊，加个飞，买点粉丝什么的啊。哎，你微信号多少？我加你一下。啊。
还是用 QQ 那个名字啊？改来改去多麻烦。你不也还是这个头像吗？还说我？谈恋爱啦？对啊，在一起半年了。你呢？我才不敢交男朋友呢。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见渣能力这么差。听说你毕业之后去意大利留学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爸突然身上场重病，就没去成。我还是得管他嘛，毕竟是我爸。那你爸还好吗？嗯。现在情况还算稳定吧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明天有个拍摄，本来剧组有车可以拉我的，现在说不能拉了。这两天我没事啊，不如我开张放车送你吧。不用，多麻烦啊。不然这样，你出油钱，我就当陪你去郊游了。真的不用了。真的可以的，说定啊。来，救命啊！我被家务绑架了！别怕，有我在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的 leader。有颜有料又有趣，轻时尚家电开创者 leader。看看看，我说你这 leader 能不能说得再幸福点啊？ leader。快快快，赶紧把他绑起来！快了快，怎么下来？各部的回上阿芳。太累了，没关系，你先走了，我先见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我今天托朋友找的，里面有一些服装品牌的招聘信息，有正式的也有实习的，你就看看吧，希望对你有用。其实你现在挺不错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当设计师，因为我觉得你画画的时候真的太酷了。快就到了，换人了。不是李导，换人是不是也应该提前通知我一下？喂，喂，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回去吧。来这儿干嘛？下车就知道了。啊，算了，走吧，门都锁了。来，不要啦，被人抓了怎么办？抓就抓，又不是没进过派出所。这样吧 ，Enjoy。
我是谁？我是你的 leader。哎，咔咔咔咔咔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演。讲 leader 的时候，幸福感要再重一点。什么 leader 啊？喘不喘啊 ？leader， 你喘不喘啊？那就别理他了。这么多年还能跟你一起翻墙，当年可是你带我翻的，你还记得啊？当然记得，每件事都记得，而且我每天游泳，身边一堆人游泳池在那边叫，我怎么可能忘掉？我也是好吗？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打架，就会想，当时你在干嘛呢？还有11点的时候，你怎么还记得？不准说，不准说！哎，11点的时候啊，我就会想，哎、周潇齐现在肯定很忙。哎，你找死啊你！别跑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别跑啊！抓到你就死定了！哎呀，别跑去哪？从第一次相遇到现在，我们之间似乎总是时机不对，就好像生活一直在跟我们开玩笑，这一次又要错过了。下周就是选拔赛，能不能有资格参加全国锦标赛就看这一次，加油。周六的比赛，我替你留了票。这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我希望你可以来。坐哪来着？这边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哦，那来了。几点了？你俩才来？这雨太大了，路都淹了。能来就不错了。早说接你两下，净说的废话呀！这将是我市5年来最大的一次台风登陆。预计从今天白天到夜间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消息：目前体育馆东路立交桥下出现严重积水，大约有20几辆车被困，其中大多数是前往体育馆观看今晚游泳锦标赛的观众。根据被困车主报警反映，目前的车辆已经开始进水。由于车外水压过大，车门无法打开，情况非常的危急。目前救援人员已经赶往出事地点，我台也将紧急跟进本次救援行动的最新进展。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谨慎出行。喂，你来了吗？车门怎么打不开了？
被困车主报警反映，车辆已经开始进水，水压过大，车门打不开，情况非常危急。那想在退役之前拿个冠军。这大哥疯了，他干嘛去啊？打不通你手机，以为你出事了。啊，我手机掉水里了。陈燕，瞧一下，我爸送我一个伞，一路跑过来的。我知道我现在很冲动，但是我真的害怕你有危险。我分手。不用死。从遇见你到现在，我们一次次的错开。这一次我再也不想错过了。我想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永远不会让你伤心。机会，这样子又还总有用，大不了就退役嘛。嗯，还笑得出来？不拿冠军了。冠军又怎样？只要你没受伤就好。2015年9月，游泳池面试进了一家服装设计公司，而我们也终于搬到了一起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桌子太大，叫你别买别买，非得买。哎呀，你都成为设计师了，你要画画要设计，当然需要一个大桌子啊。哎哎哎，后面后面后面，不要刮到，我会心痛。心疼一个大头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！1、2、3。游泳池的工作很忙，需要经常熬夜。我喜欢就这样陪在他身边，把我的幸福都分享给他。
酸呢。哎呀！哇！看书啊？看书啊？看什么？啊？我也在一家健身房当起了游泳教练。这就算是我在养伤期间一个临时工作吧。你怎么来啊？我来接你下班。大爷，递给头。好嘞，下一个。好。好喜欢吗？我们婚礼给你定做一套。只要新郎是你，穿什么都不重要。对了，怎么了？噔噔！哇，这什么？本来想回家给你的，既然现在这么应景，就提前拿出来喽。想买这个情侣对戒了，今天刚发奖金就买下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戒指尺寸？因为我每天都牵你手啊。以后我每天戴，结婚给你换一个大钻戒，好不好？来，26岁。我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快乐到忘记了生活里的一切麻烦，又或者是故意不去想。往上，来，再往上，好，用点力，对，好，哎，推我的手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很好，用力。怎么样，医生？康复训练也做了一年多了。可以继续游泳吗？从你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恢复的还是不错的。对于你今后的正常生活，应该没什么影响了。但是啊，你要还想继续成为职业运动员的话，肯定是不行了。肩袖损伤，肌腱断裂，瘢痕化也很严重。如果想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水平，是很难的。那还有别的治疗方法吗？像他现在这种情况，再做手术的意义也不大了。啊，两位你好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哥你好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，办张卡吧。哥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，我是专业运动员，我向你担保，这地方真的挺不错的。忽悠谁呢？专业运动员，你看这个。哇！房东说你把房租续上啊。嗯，哎呀，他干嘛这样啊？我都跟他说了，下礼拜发工资再给他嘛。他干嘛跟你要？哎呀，谁家都一样嘛。我就是看不惯他这样言而无信。你要交钱给他，你也不跟我说一下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好啦，下个月你交，以后半年都是你交，好不好嘛？嗯，好。打开这门，来，这个房间必须。
说吃饭吗？怎么带我来这？哎呀，这都换季了，你也该添新衣服了。不用，我网上买就行了。来都来了，试一试嘛。嗯。哎。那，这件。不用了，太贵了。哎呀，不要，怎么会？试一试嘛。嗯。快，快。啊。嗯。徐玉妈。是我设计的第一件被量产的衣服，喜欢，当然喜欢，我马上把它拿下。我已经买好了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你，嗯，老是买礼物给我，不怕我被你抱坏？就是要惯着你嘛。我先把它换掉。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嗯。公司想送我去米兰学习两年。哦。是吗？好啊。挺好的。我不是要去的意思，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嘛。去啊。当然去啊，我要是你啊，现在早就在意大利吃披萨了，好不好？走吧，今天有个大妈买我课，去庆祝一下，当做祝我们俩事业有成。这婚纱是高定版，当时还多加了5000块钱呢，我当时本来都说不要了，都怪他非得买。哎，周浩奇，你们俩也赶紧的，拍婚纱照提我，能打折？我俩还没计划这个呢。嗯，长帆，一听就瞎操心。我们老周现在过渡期，手头紧，人家过一阵再打算这事儿，不行吗？怪我，怪我。不是，这手头紧更应该结婚了。结婚是赚钱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们得有投资回报意识。哎，老周，我看你赶紧结了算了，小心夜长梦多。我怕什么呀，我？我又不像你，好不容易泡上了老板的海归女儿，还给自己硬起了一个什么英文名字来着 ？Jenny， 你才应该想婚，小心夜长梦多。不是周小琴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个，咱再次祝长帆和弟妹新婚快乐啊！要我说，咱哥几个数长帆最厉害。哎呀，也就那样啊，人不靠爹妈把房子买了，牛，出去。就是啊，人家多豁了出去啊。见过几个男人在朋友圈卖面膜的吗？啊，哎呦，今天又是水当当的一天啊！别说了，周浩鑫，你有病吧？长帆，长帆，我可不有病吗？没病来这酒吧干嘛？弄得跟成功人士似的，装什么孙子啊？哎呀，别喝了，他喝多了，我现在带回家了。没喝多。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这种聚会我就不该去。现在混成这样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以后没事就别往一块瞎凑，他们累，我也累。对不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就不会受伤，现在也不会这样。都怪我没本事。周小琴。嗯。要不我们结婚吧？结婚？
我现在这样结什么婚啊？连个正经的婚礼都给不了你，别开玩笑。走了，赶快回去，接着投简历。根本就没往心里去，那我也先撤了，好好陪永慈。今天谢了，走了，我陪他再待会儿。行。来吧，说说吧，最近怎么了？没事。快点儿，最近一直闷闷不乐的你。面试又被刷掉了，说我不合适。哎，想想也挺好笑的。以前填简历的时候，职业理想那一栏我特别想填游泳冠军，估计我现在填了，那肯定把我当傻子。谁知道我离他就差那一步。如果没遇到游泳池，我现在会怎么样？根本考不上大学，在家接着当网管呢你。滚！我说了是毕业之后，毕业之后没再遇到他，是不是就不会受伤？现在是不是也不会这么惨？现在后悔晚了。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以后如果遇到过不去的时候，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后悔遇到游泳池。是吗？你后悔了吗？我买个东西去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害怕我自己会这么想。原来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才一直不肯跟我讲心里话。对不起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你遇到的困难就会后悔遇到了。就跟我爸一样，把一辈子的不得志全都怪在我和我妈的身上，觉得当年是我们拖累了他。我说错话了，我说错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！我从小就没有安全感，直到再次遇见你，是你亲口告诉我，永远都不会再让我伤心的，我信了。所以我们一起熬过那些苦日子，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。因为我坚信你就是那个对的人。可是我居然亲耳听到你说后悔这两个字。原来是我错了。
要生气了，是我错了。我听你的话，准备去考教师资格证，然后去学校面试体育老师。嗯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我已经决定去米兰了，下周就走。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去，我支持你。那我在这边守身如玉等你回来，当作是惩罚。嗯，顺便学个意大利语，这样寒暑假还可以跑去找。干嘛这样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不然你要我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吗？周小七，我不是不能原谅你，只是一想到你说的后悔两个字，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你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的话，以后的人生可能都绕不开这两个字了吧。我们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可是我只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啊。我也是。但我们都做不到了。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。面试加油吧，为了你期待的生活，这一次终于不再是为了我。起你的伤疤，这道伤疤让你失去了梦想，它伤在你的身上，其实也一直在我心里。如果有办法弥补的话，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，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该说后悔的人其实是我。我后悔高中时没能留在你身边，后悔大学时没能看到你的好，后悔我浪费了这么多本可以属于我们的时间。每当看到你的伤疤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些后悔。可是人生不能重来，与其未来在相互埋怨中将爱慢慢消磨掉，不如放开彼此才是最好的选择吧。最后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周小琪，我唯一不后悔的就是跟你在一起。Thank you.
从未拥有过和拥有后又失去了，哪一个更痛？28岁，我失去了游泳池，我的人生好像一夜之间回到了原点。第二年，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。想想还真是好笑，当年一个天天逃课打架的男孩，居然当起了人家的老师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当年我的班主任管教我有多头痛，但是我也体验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和骄傲。去，我为什么要去啊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最好看住我，哪怕锯断我的腿都不要让我走。行，不去啊，咱不去。想去你也去不了。哎，看看，特意为你找的地儿，四面都是海。我跟村长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把船都锁上了，谁也走不掉。还有3箱啤酒，管够喝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鸡翅生蚝都好了。来啊，尝尝陈老师手艺。来，这个鸡翅。以后我每天戴，结婚给你换一个大钻戒。这些年也会有想你的时刻，像从前多么爱着，今天就多么不舍，离开你以后忍住没有回头，离开你以后继续曾经拥有。后来的那个人一定爱你很深，不想问只能爱来生。离开你以后我比想象难受，离开你以后祝你快乐自由。爱了你那么久，可惜没到最后。阿姨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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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了不住了住了不住了住了不住了，你说我要去婚礼，估计没机会了。这人要巧婚了，谁说去婚礼就把穿衣服了呢？哎呀，赶紧穿衣服，没时间了啦！你家酒喝多了，眼镜儿都掉，眼镜儿了，谁让你眼镜出头了？在你那儿，快点啊！有船，有船吗？有船吗？We'll be right back.
千万别紧张，哥几个为你已经都豁出去了。待会儿你就直接进去，什么都别管，强人就走，有我们盯着他。就算新郎拿刀追我们，我们也不怂，一定给你顶住了。兄弟们，今天靠你们了。放心。放心，仪式开始之前有个流程要对一下，流程对，什么流程？录个彩吧，录个彩，还得录个彩，录个彩。对，我们那个流程需要走，对，出去。少奇，是你吧？就说怎么突然没人了。我是谁啊？都新娘几分钟的时间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你穿婚纱的样子真好看。谢谢你能来。以前总是很傻，一边担心未来，一边浪费现在。今天，我不想再有任何遗憾。样子变了好多，变得更成熟了。刚才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有点恍惚了，让我觉得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。但是当你开口叫我的名字，我却一瞬间回到了17岁的那个时候。感觉好像刚游完泳，我们只是一节课没见而已。好快啊，都15年了。是啊。有几句话一直藏在心里，没能跟你说，这回得说了。用词。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，是你让我这个幼稚的男孩长大的。我的青春有很多时间是在打架中度过的，但有一场架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忘记，因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遇到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每天只有个念头，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打架、逃课，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只有你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拼了命的努力学习，只想为了和你考上同一所大学。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也做了很多很傻、很冲动的事。但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曾经这么相爱过。
能早点长大，是不是就不会失去你了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说过后悔的那些话，我怎么会后悔？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。以前看过你所有样子，开心的，难过的，今天就想看一看眼前的你，这个永远都不再属于我的样子。前几次分开都没能好好跟你道别，这次全补上。再见了，陪伴了我15年的女孩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。从今天起，一定要带着笑容，幸福地走下去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但初恋只有一个。曾经毫无保留的爱过，不管结局怎么样，我们这段感情都不是失败的吧？谢谢你，谢谢你的15年。我们都要在新的生活里努力幸福下去。2021年，我和游泳池15年的爱情故事终于画上了句号。在这一天，我用眼睛拍下了许多照片，全部都是他走向幸福的样子。照顾你，不论贫穷富裕。
想到曾经在一起，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。爱情不止一种定义，错过了也不遗憾，只要是好答案，别回头看，回头太难，你要变得勇敢。这一辈子我欠你，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，再用尽一生找寻。欢笑都发自内心，爱情不止一种定义，错过了也不遗憾，只要是好答案，别回头看，回头太难，你要变得勇敢。这一辈子我欠你，如果来生错过了也不遗憾。